现在是往家走了啊，好像是过到桥街那边呢，然后是可以这个坐车141啊。累了，真累了，这回我回去喝点水，主要是给。哎，这边有个电梯，我操，这个电梯好慢呢，我还是走楼梯吧。有点累，有点累，着急啊，着急回去。141，这面就很荒凉了，没什么楼，看着了吗？没什么楼。车站在他妈哪儿呢？这儿呢。这边这一片就是公园了，就在这后面。这是个电梯，上面还有一个防雨的。大哥刚下去，操，带个孩子，不跟他挤了。这是我的影儿，嘿，哎呀，今天走了不少路，可是吃了也不少，根本就没瘦啊。这个车站吧，应该是这个车站，过去看一下了，就不录了。